好，我们就来了哈，星期一的时候呢，我们呢是讲了另外一个重要，事实上有两个重要的定理啊，一个是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中间值定理啊，那利用这个中间值定理呢，事实上今天那个演习课呢，助教会跟大家讲一些所谓的应用，有一些题目啊，我们可以用中间值定理呢是可以保证有的啊，就是可以证明的啊，譬如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有趣的，地球，这是地球，然后地球一个圆的哈，那我看看，是，反正是我绕过这个南极，跟绕过这个北极啊，绕这个地球一圈，那我说必然有两个点，它在正对面的，这两个点是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在正对面的，它的那个气温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命题，我要是一维还是两维啊？我觉得是糟糕了，那个命题我没有说记得非常清楚，我看看，这个是叫，事实上有一个名堂的叫 Antipodal Points， 那它是正对面的，应该是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正对面的啊，对着这个圆心，应该是没有错啊，就是这两个，就是这两个点的气温要是一样的，通过这个地球啊，通过这个这个圆的核心，这两个的气温啊，你假设气温呢，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菲塔啊，那 F 呢就代表它的气温啊，这个点的气温，那它是就是那个菲塔跟那个两派减菲塔的气温要一样的啊，那同理呢，譬如说我现在呢是一个零一引到零一的函数啊，那如果是一个零一引到零一的函数，这点是 y 等于 x 啊，那你如果是一个连续函数，你要怎么画？你有没有可能经过这条线？问题是这个意思，你会不会经过这条线？那我们要证明就是说，它一定经过，它一定会经过啊。事实上，你画一个函数，它就是要经过啊，你最坏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最坏的时候，可是也是经过啊，在这个点，它是交着这条线。那经过什么意思？经过就是你的 y 等于
你这个函数满足一个所谓的 fx 等于 x 啊啊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叫做一个所谓的 fixed point， 一个不动点。那这个不动点呢，事实上是相当于就是找零点啊，你将这条线呢拉下来，相当于就是一个零点啊。那那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找不动点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呢，我们在理论上，在譬如说你们做微分方程，你们在下学期要学微分方程，那有没有解这个事情呢？可以变成是一个有没有不动点，某一个问题有没有不动点啊？那我们叫找根跟找解是一样的，那找不动点跟找根事实上也是类似的事情。那有一个华人叫做樊基，这个名字很特别，他的基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有一个华人叫樊基，那他就是做不动点出名的啊。樊基已经去世了啊，刚去世。那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啊，也是一个院士级的。他应该是最中研院院士，也当过中研院数学所的所长啊，短期的。那比我算是高两倍了啊，在去世的时候也是年纪蛮大的。那还蛮特别的，因为他去世以后呢，他有一些遗产，他家人还捐了一个遗产，变成是一个奖学金，挂在美国数学会的名下，所以是一个华人。但是呢，他在数学界有一定的地位，那他们家人也是非常慷慨，那就是将他的一部分的捐了一部分的钱，那就是去成立一个樊基的一个。算是基金会这样子哦。那樊基就是做了很多的不动点，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不动点哦，就是一个连续函数 F 是从01到01哦，然后连续就这么简单，就会 imply 存在一个 X， FX 等于 X 哦。那图画上就是说它经过一定要经过这条线哦。那当你想通了，这个是很简单的哈，这个写四行就写完的了哦。那我就留着助教来跟大家讲哦。那这些不动点呢，在经济上，因为是就是相当于它找解，结果就是樊基的这些不动点理论的发掘，就在经济上是非常有用的哦。而且不动点是不动点定理，关于不动点定理可以写成一本书啊。有很多不同的不动点的结果，那其中某一些呢是非常有用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领域了啊、哦。那有简单的像这种，有比较复杂的啊、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它英文是非常好记 ，key fan 啊，很特别的哦 ，fan 是它的姓哦，樊基。欺骗好，这个是算是题外话了，那我就要延续我星期一所讲的哦。OK， 我们之前呢是就是做了这个 3.12 这个定理，利用这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， 我们做了就是一定是一个连续函数呢就会将区间引过去区间，那我这个区间呢有可能是开的，有可能是闭的，有可能是半开半闭的啊、哦。那事实上我们有九类的区间啊、哦。我这里写一写啊、哦、AB 是有限数，那光就是所谓的有界区间，我们有四类。那无界的区间
啊，你涉及无穷或者是负无穷的，就有五类。然后最后这五类呢，包含着这个所谓的负无穷的无穷，最后这个区间啊。那无论是哪一个区间，你引过去函数值呢，你的值域呢也是一个区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写的，利用用这个语言来写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我的 F 呢是从一到 R 的话，如果一是一个区间，则 F1 也是一个区间啊。一是区间，就 imply F1 啊，它的值域呢也是区间，是这个意思。那那个证明呢，依赖于我们的这个 lemma 3.13 啊，那就是我们对区间的认知是怎么样子 ，interval 啊，那那个认知就是，无论是这九类的任何一类，它都满足这个条件，而且这个是弱且微弱的，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这九类之中其中一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等一下呢要来给它证明，啊，那在证明之前呢，我先完成了这个 corollary 3.14，这个 corollary 就是推论的意思啊。事实上，这个推论呢是从3.12的，所以它是3.12的推论，而不是3.13的推论啊。那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再多一点资料，我这个一这个集合呢，它是一个区间，我再多一点资料，它是 close and bounded， 则我就可以断定呢 ，F 一呢也是 close and bounded 啊。那一是区间 ，F 一当然是区间啊，这个是前面所说的。那然后 close and bounded。这边就是 close and bounded 啊，所以我先给这个证明啊啊，那所以这个呢，除了利用3.12之外呢，还要用到我们的 extreme value theorem 前面的所讲的那个极值定理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首先呢，就是我当然知道，就是利用3.12呢 ，F1 就是一个 interval， 这个是已知的了。啊，那所以事实上就是我需要讨论的就是它是不是有介 B 区间。啊，那它是 close and bound interval 呢？是哪一类？事实上就是这一类啊，它是一个 AB 的形态，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B 区间，然后是有界的，啊，那我们前面的 extreme value theorem 就是说，对于那种区间来说，那种函数连续函数定义在这种区间，它就是这个函数呢必然达到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，啊。那所以这个是 extreme value theorem 啊 ，EVT。那我的 F 呢，一定是达到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就定义呢是说，这个既然它达到最大值的话呢，我定义这个最大值呢就是 f of xm， 就是 xm 呢就是那个能够达到最大的那个点啊，我们叫最大点。那所以 f xm 就是最大值。假设 x 小 m 是最小点，那 f of x 小 m 呢就是这个最小值。那我就要 claim 我这个值域呢，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等于这个东西。那如果它等于这个东西，那当然就是 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嘛啊，这个就是 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， 那就做完了。好，那左方是右方的子集，这个是，那你要说两个集合一样，那又回到我们的集合论里边。左方是右方的子集是 trivial 的啊，就是 extreme value theorem 嘛，啊，就是 follow from
follow from extreme value theorem， 因为它每一个点在这里的话，它都要比这个大，比这个小，比这个大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啊，那是这个也是左方的子集，那这个也是 trivial 啊？为什么？这个事实上就是，它是一个 interval 啊。那我知道就是 f x 小 m， 当然是在 f 1里边嘛。啊，它是这个值域的其中一个值啊 ，x 小 m 是在一里边的啊。那同时 f x 大 m 也是在这个里边呢、啊。啊，那这个 3.12 是说你这个 f1 呢是一个 interval， 所以任何两个点中间的所有点都是在这里，不是吗？啊 since 所以你当然事实上这里你也可以用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再证一遍啊，就是它中间的值就是一个 c 啊，那我一定在这个一里边找到一个点，它等于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就是小 a， 这个就是小 b， 这个是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。或者是，既然我们做了这个 3.12 的话呢，我想我还是喜欢用 3.12 来看这个问题，就是now 就是 f 一是一个 interval 啊，然后我有两个点在里边。相当于就是一个 x， 一个 y， 在这个 interval 里边 ，x 小于 y 就表示说它中间的东西呢就是在一里边，这个就是 interval 的那个定义，那就是 f x 小 m f 的 x 大 m 这个 b 区间。哦，这个是开的啊、哦，这些括号啊、哦，我们要很小心的，也是在这个 interval 里边啊、哦。那所以它们只要相等啊、哦，因此呢，这个等号就成立啊、哦，不写那么多了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 corollary， 它是 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啊、哦。连续函数将 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引过去 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我们下学期会再来看，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结果来的哦、啊。目前可能大家看出来没有什么很特别，那但是我也要点名，这个 close and bounded 是两位一体的。怎么叫两位一体？我光 close 不能保证这边是 close， 光 bounded 不能保证这边是 bounded， 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去说明这个事情啊、哦，比如说 f(x) 等于 x 分之一，那如果我的一是等于零一，我的 f 一呢？哦，那个集合呢，确实等于一无穷，啊，这个图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它是这一段，零一引过去的影像是一无穷，这个不是帮的，这个是帮的，可是这个 unbounded， 对不对？这个集合不是帮的，那另外一个函数我要 close 引过去却不 close 啊，比如说 fx 等于 arctangent， 那这个图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它是 tangent x倒过来 ，y 跟 x 呢，给它倒反的一个图啊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
这个是二分之派，这个是负的二分之派。那他从来没有碰到这个二分之派跟负二分之派的啊，这个函数是这个样子。那它是一个连续函数，这个我们往后会给大家说明。事实上它是可为啊，啊，它是可为，所以它连续。那然后你任何的你这个 B 级，譬如说我这个零无穷就是一个 B 级啊，它的余级，这个是一个 B 区间，它的余级是一个开区间啊。那但是我的 F1 呢，所以这个是一个 close interval 啊，它的所谓的值域或者它的影像，它的影像呢就是等于什么，是等于这个零到二分之派，它不包含二分之派，这个是一个开的半开半闭的集合啊，这个是 not close 啊。所以呢这个 close 跟 bound 的这个呢不能单打独斗啊，我们要一起来的，他们是二位一体的哦，才有好，才有这么好的性质哦。那是这样子，这个是 3.14 有没有问题？